大家好，我是庄浩文，我又找到了一个院能进去啊。这是上日大街吧？天桥上。有很多人问我怎么找到这么多老建筑，很简单，用腿溜，一条街一条街的走。上日大街114号。哎，上面呢应该是它原有的大门，仅剩这一小块了。进来看看。哎，有人住啊，有人住我就不好意思聊天啊，这种老建筑都是啊。这两天走的有点累了。哎呀，这是，我进来看一看啊。这是道外巴洛克的风格。看一下。墙面跟棚顶上的颜色应该是不对。原有应该是绿色或者红色。这个楼梯看起来，之前我们在老建筑里见过这样的同样的楼梯。左边的红色雨露还没有被去掉，挺好。楼梯下面都被一节一节的给支撑住了。这个房子的信息我不知道，具体是哪一年造的不清楚。看起来外观呢有点像新艺术运动风格。二楼、三楼楼梯地面都是地板，可以看到房檐上跟道外的很多建筑一样。房檐下面刷黄色的那个位置也都是纯实木的，应该都是松木。没有很老啊，我们进到这个屋子里面去看一看。外面看起来有很多窗户，怎么进来以后感觉采光这么差？这是后期被改造了吧？上面还有一个楼梯。这视频拍着拍着就有一种探险的感觉呢。走上面去看一看。乌漆麻黑的小屋，怎么感觉越上去越黑呢？太黑了，一点采光没有，下去吧。这个铁艺的造型有点像，这是有点像如意纹。这个院落的位置非常好啊，就在上至大街116号，旁边就是天桥，通过天桥呢直接到达海北。屋子里面的铁艺造型跟外面这个铁艺呢能呼应上，都有如意纹的设计。上至大街呢是1900年形成，原名新城大街。在度娘上查到呢，名字来源于俄语里诺夫哥罗德，故乡到底在哪里呢？我没太明白的意思，是怎么是俄语译过来以后是新城大街？这两边的楼梯呢，肯定有一个是后座的，因为它们的造型都不一样。我们发现了三处铁艺的造型，这面看起来特别简单。上至大街街面原为块石砌筑，中间有有轨电车直通赵林公园。1946年改为上至大街，为纪念民族英雄赵尚志。1958年拆除后建成柏油路面。今天视频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再见。